我哋兩個香港女仔，仲有嚟自台灣嘅黃 PD， 加起上嚟喺韓國住咗10年咁耐噶啦。所以咧，成日都有人問我對韓國有啲咩好玩啊，或者韓國有啲咩餐廳好食？呢一啲一大堆關於韓國嘅問題。咁講咧就唔係話難講嘅，但係拍埋片係咪會好啲呢？所以我哋三個咧就決定咗開呢一條 channel 啦。加埋分埋類，咁你哋揾起上嚟就更加清楚明白啦。走咯，咁系啊！十個中意去韓國嘅女仔，八個有煲劇或者追星，咁就跟實我哋做迷妹去下韓劇景點或者 MV 拍攝地朝聖啦。韓國菜一定是紅色，一定是辣，全部夠不吃辣啦，咪一樣喺度住咗四年。哇，冇嘢好食係你唔識揾啫，邊度有新嘢，邊度有特色嘢好食，我知喎。又是宏大江南明洞东大门，你是不是不懂分韩国和首尔啊？夏天去西海岸跑泥滩，冬天去江源道牧场看雪，住下黄巴士 camping car， 再跟韩牛一起跑下草原。整个韩国这么大，我玩几年都未玩完，还不快点执东西走。地铁路线图上面这些数字有什么用，你知不知道？买东西买到过晒龙要寄回家，除了去邮局还有更方便的，你又知不知道呢？我哋喺度住咁耐，总有啲生活秘技嘅。Subscribe 我哋22cm 韩游姊，每个礼拜话你知。